放开我，这是在岑家人家看着呢。那不在岑家就可以。大少爷，照片拍好了。嗯，下去吧。医生，你也太心急了，比我这个随时要死的废物还心急。既然你那么心急，那我也不客气。到了，谢了。上车的车费付了，下车的车费还没付。大哥，你貔貅吗？上车下车付两次钱，